Evil.说吧，干嘛吞吞吐吐的？我找了我的女儿了，她叫赵文文。女儿？你还有个女儿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说来都是年轻时候的事情了。文文的妈妈离开我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已经怀了孕。后来我一直跟随着您，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。 怎么找到他们的？是这样的，文文的妈妈现在病重了，她担心日后没人照顾文文，这才找到了我。她妈妈得了什么病啊？癌症。癌症。是，我也不确定她现在还能活多久。 但看样子时日不长了，所以义父，我特别想认这个女儿。应该。还有件事情，我。快说吧。文文的妈妈说，手术的费用零零碎碎加起来也挺贵的。幸好他们遇到了一个好心人帮助他。文文一直把这个人当成自己的恩人。啊，那这个人是谁呀？一个叫段飞的人。 段飞，那这个段飞，也算是帮了你的大忙了。你应该尽快的找到他，好好感谢感谢人家才对啊。这个我有打听过，不过他是红鼎集团的。红鼎？是。苏菲在和他们合作。 我听说你有些不同的意见，所以啊，我明白了。这样吧，合作的事情暂时先放一放。不过我想尽快见一见这个段飞。好的，我去联系他。 秘书也说他不在，看来他是决意要躲着你了。人才问题好不容易才解决，现在要出现这种问题。放心吧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要去见一个人。见谁啊？ 你也认识，你的爸爸也是我的岳父。我爸？我爸能有什么办法呀？爸和苏老毕竟是天海市商圈的老人，他们应该有交集。我需要一些苏老的资料，才能给你想办法搞定苏老。 苏老对云石桐已经有所戒备了，并没有同意苏氏与红鼎集团的合作。苏老可不是苏菲呀，他毕竟在天海市混了这么多年，虽然苏氏集团在天海市没有红鼎集团发展的迅猛，但是苏老绝不可能分享自己的成果去帮助红鼎的发展呐。 看来云石桐想要接兵的计划落跑堂，天平又向我们这边倾斜了。你回去继续盯着云石桐和段飞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是，必要的时候我会采取措施。你去吧。
爸，风大，你多穿点衣服啊！好，坐吧。出什么事儿啊？爸，现在红鼎集团出现了人员危机，需要人员补救，但苏氏集团的谈判失败了。苏菲姐十分看好我们的合约，但苏老不同意。苏老？ 这个老家伙好几年都没出来活动了，这次他反对以同等签约，想必也是出自自身利益的考虑吧。据我了解，苏氏集团也曾经历了类似红鼎现在的情况，所以我打算去找他，说不定他能帮我们。你觉得行，你就去试试。爸，您放心。 我不会让红鼎和师彤发生任何的意外，这一点我放心。可是我不知道彤彤还要受多少磨难才能成长，因为有了你，他太顺了。出现一个坎，就有人帮他迈过去；又出现一个坎，又有人帮他。唉，我不知道哪一天没人来了，他该怎么办？ 你要是有事儿啊，你就是先去办。好，好，那您早点休息啊。我先走了。哎，来，我送送你。走走走。你就是段飞？是的，你是，在我们的生父。对，但他现在还不知道我，先不说这个，有人想见你，跟我过来。请。 你就是段飞，是，我是段飞。啊，请坐。不瞒你说，文文的母亲是我的义子吴学兴曾经的恋人。说起来，文文也算是我的干孙女。听说是你救了文文的母亲。 这我们是我们的员工，我偶然的一次知道他的难处，感觉他很孝顺，就帮了他，也是举手之劳。很好，年轻人，谢谢。我一向都是知恩图报的，你帮助文文的事情，我会记住的。您太客气了，能见到您，我也很荣幸。其实。 今天您不来找我，我也会登门拜访的。是谈合作吗？既然您知道，我就直说了。现在红鼎集团正在遭遇一次危机，天浪集团在半年前渗透了红鼎的多个项目，制造了混乱。现在红鼎集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。 前些日子，我们的忠诚人员突然大批辞职，导致人员缺失。后来警方介入，才发现了他们的下落。看来这几个月，天海的商界还真是暗流涌动啊！年轻人，你打算？ 让我们做些什么呢？现在恰恰是苏氏集团和红鼎集团合作的最好时机。
苏氏集团的办事风格一向都是谨慎行事，不过为了文文的恩人，我愿意冒一次险。谢谢您的信任，不过这绝对不是冒险，是苏氏和红鼎的共赢。 那我先走了，请。谢谢遗嘱，帮我还了段飞这个人情。这不单纯是还人情。 苏氏的人派入红鼎，也不一定是件坏事。好香啊！赶紧吃。一看就特别有食欲。光好看有什么用啊？你做的菜色香味俱全。苏氏集团同意跟我们签订人才流动的合同了。真的？那当然。 可是苏菲姐当明明说，我去找苏姥姥，我跟她说，我们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，她就同意了。就这么简单？那早知道我就去找了。看来这件事情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。红鼎仅仅有苏氏集团的人是远远不够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一定要加大招聘力度。 新进员工进行岗位培训，达到要求的可以破格提升，让他们有更强的工作主动性。这个你放心，我呢已经着手开始做了，目前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嗯，苏氏集团的人是不可能永远留在红鼎的，新进员工又对红鼎的运作不熟，需要很长时间学习，所以呢，我定制了另一份内部晋升方案。 以积分的方式统计员工出勤，分数高的进行升职。这应该是个挺不错的主意啊，金雪，这件事呢，我就交给你来处理了。相信你一定可以处理得很好。放心吧，我什么时候掉过链子？<笑>要尽快啊！对了，选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哪些人能用，哪些人不能用。嗯。 总派我来提个醒。红鼎又有什么新项目了吧？是电商系统的发布会，云世彤想要借这一次发布会全面推广红鼎集团的电子商务系统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办？ 这是一个一举除掉云世彤的好机会，到时候会场人多眼杂，可以趁机制造混乱。一旦云世彤出了问题，红鼎集团必然陷入危机。看来这次韩总是真下定决心了。我已经接触了一个人，他会再应会这上头上。为了这个韩元仓，你是真豁得出去啊！啊，韩总对我有知遇之意。说吧，想让我怎么帮你呢？
要说手下，还是魏总的人多呀。我希望魏总到时候能一起派一些人进入会场。这一切都在柳峰的计划当中，他已经把麦正龙派给我了，我会安排麦正龙伪装进入会场，伺机制造混乱，给你们创造机会。一旦鸿明集团的电商发布会失败，女总裁又陷入了危机，韩总和您吞噬鸿明的计划就一定能够成功。别忘了柳峰，这个人比我们每一个人的野心都要大。分手吧。什么？我都知道了，你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钱嘛。现在钱你也拿到了，我也可以走了。不，石头，不是你想那样。不是我想的这样，是不是拿了我爸的钱？你是不是因为钱才爱上我的？你说什么？九峰，你这个混蛋！从鸿明的电商计划推行以来，遇到了太多的坎坷。如果没有你们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真的很感激能遇到你们这些朋友。心脏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马上就要推出鸿鼎电商系统新品的发布会了，还请大家跟我一起，让鸿鼎顺利转型。我可不是啊，我跟大嫂经历这么多，早就是一家人了，是不是大哥？让我为电子商务系统的成功发布拼尽全力，一起加油吧。Thank you.
贴在你的左右，好温柔，连夜空都布满了闪烁。我是否该做些什么，此刻才显得不那么交错。爱一个人的时候，懂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我？没有结果的冲动，还会坚持的守候，孤单中走的风景回头。我紧紧贴在你身后，守护每刻的温柔，叶落的时刻留给我。再次相遇的时候，请你望着我，徒留我在这路口等候。Oh.